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图准，我来自中国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绘画。中国画是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，集优雅、精确和深意于一体。这是课程的第二个实践部分，我将在其中详细展示如何逐步绘制工笔画作品。首先，我们将详细讲解传统绘画中的基础绘画技法，然后使用这些技法，我们将临摹两幅宋代的经典画作《牡丹图》和《山水画》。欢迎您来到课程。